零六年教育部学习型城市计划主题产业甲生态合作互利强化，二十四号的东路溪绿色崩坑内扩大举办东路溪乱乱乱秋节甲庆祝中央节活动。馆长吴明国甲上千人多来鸡啊，呼吁大家会使保护自然，大量种树啊，降低污染。地球暖化啊，热的污染啊，造成了吼啊，夏天越来越热。那我们彰化县政府啊，要来推动大家一起来大量来植树哈，减低这个热的污染。那也希望我们整个空地啊吼都能够植树铺草皮，大家一起来啊，涵养啊，自然。那今天能够来这里练练多摩西栾树节啊，以及重阳节的活动，感谢各位能够热情的参与，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东路溪乱乱乱秋节，甲庆祝中央节活动，在绿色崩坑内，坐落于溪湖镇河东里环河路段上，全长大约一公里。民众实际都在绿色崩坑内，用感觉去感受真实的土地，体验爱护中华的在地环境。坐伫倒咧，安尼感觉安那？感觉亲切，亲切啦。安那讲？团队啊，大家亲切啊，无。啊，有足侪人陪你倒呢。规定拢嘛倒对啊。活动加入中华馆学习型城市的四大主题：新传文化、水化学习、服务产业、绿金石农，同时结合县府优质中心教育机构、七所社区大厦的文创体验活动，以及举办九九中央节活动，为我阿公阿嬷画图比赛。唔呐，推广中华馆公共产业甲生态，嘛予民众感受无同款的中心学习管道、工业频道、徐世昌 KO 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